哦哟，今天是福利特辑。提到说什么夏天就会想到什么阳光沙滩比基尼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都会想说，哦，为什么每次都是给那种男生看很开心的单元？但今天我们找到的全部都是海边帅哥，因为我们节目，因为我们节目毕竟是以女性出发点，所以谁要看女生穿比基尼？真的，要帅哥。阿喜平常是有在海边游动的人吗？当然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除了深潜以外，其他的几乎也是都有玩耍过。你是凹豆的人？有稍微凹啊，但是我对帅哥有点那个脸盲症。对，因为你男朋友不是那个谁吗？吴尊，吴尊，是吴尊，吴尊，吴尊，我知道，我跟他饮料的朋友比较走比较近啦。哦，哎，所以吴尊怎么追到你啊？真的哎，哦，不是，对，就是大家说他品质很好这样。哪一方面的品质？各方面，各方面。结果你 check 过都很好，都打勾吗？还不错。哇！为什么变这样？还没出来是不是？还没。所以你即将要跟他亲热之前，然后慢慢逼近，你会不会一直看到他牙龈？因为有一些东西是靠太近的时候，你就会看不清楚。所以并不会有这种失焦吗？只是看，所以牙龈不是你们之间的隔阂。不会。那你这样还有心情看水男孩吗？当然，因为你的眼光很奇怪啊。我最近有在看眼科了。OK， 对对，我希望我可以赶快康复。雷射的部分，哎，但是其实今天在现场的，其实很多人都是真的在玩水的。比如说方婷，对，像我的话都是很喜欢去自由潜水，然后自由潜水很厉害哎，他是很猛的，他是可以噗一下就下去。我考到 A3， 然后我最深是潜到26米，然后是没有背那个气瓶的，没有气瓶的，因为水肺的话才是有气瓶嘛。那我是自由潜水的话，就是直接靠着蛙鞋，然后就直接下到最底，好厉害哦，对，很厉害。但是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那些网友嘛，就是在嘴炮我说，啊，你的姿势也太丑了吧，去上课一下好不好？然后我才去考试的，就没想到，就是那就考上，就考上，对，就考过了。还有谁是很爱玩水？我超爱玩水的，因为我真的就是我爱滑水到我跟朋友一起在澎湖买了一艘滑水的船，最近。Oh my god！ 你说买船那个钱？对，没有，跟一起，我们就十个朋友一起去买了滑水的船。那你会特技吗？会翻啊什么？我现在还不会，但是最近有在练。所以是一定站得起来吗？因为它船会这样拖着你，你会先从蹲着站起来。你一开始真的会吃好多水哦，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你只要站起来一次之后，你后面全部都站得起来了。你看到男生在水里面那线条，然后太阳照射下来，哇，湿湿的啦，反光的，哇，好帅哦！可是总是会有胖子啊，也爱玩水啊。其实还是有，可是大部分真的有在玩这种滑水的，他们肌肉一定都会有线条，因为你手跟腹肌都要用力，核心所以对，真的真的厉害的人，他们其实怎么样？脸不帅，身体还是很帅。往下看一点点，怎么过分？往下看一点。沈瑞娜一定是没有在玩水，所以她就是来看帅哥的。这件事情非常的明显。我超怕水，就是我已经学游泳学很久，但是都怎么样学不会，因为小时候你连基本蛙式都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因为小时候就是国小的时候想要学游泳的时候，被那个教练用棒子毒打，然后他就是逼我，真的。国小我跟你讲，国小你软吧，软棒吧，是软还是硬的？当然是软的，硬的。教练只是很爱看综艺节目吧？像什么魔王吗？对，然后又没有办法呼吸了，然后他一直逼我一定要潜到水里，然后我就还没准备好，他就是很生气又很凶，然后我就下去之后大呛到，然后从此以后超怕水，有阴影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那个体育老师真的超坏的。不要担心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教练的话，今天搞不好现场就有哦。哎呦，来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水男孩游凯。哇！啊，啊，一个，这种在面具这么好消遣，四个哈。游凯要不要讲一下你的那个称号？有没有人给你过什么称号？要自己讲会不会很尴尬？不会，因为上面有写，你就讲吧。我讲，是什么？绿岛第一帅，因为我明天就是要去找他。哦，你认识他？超巧的，真的很巧，真的很巧，真的很巧。你是因为他帅才找他吗？对，没有啦，就是刚好朋友，然后他有在教潜水跟滑雪。你当绿岛第一帅已经当多久了？
要么从你一上去就已经变绿岛第一帅了。这可能是没有哇，魅力。可是我觉得只是一个，就是一个称号，比较热情的称号这样。热情的称号，所以有帅到那个跟你学那些潜水的女客人一直想要吃你豆腐吗？就是也不会到很明显，可能就会抓一下摸一下，因为做水相关的一定会多多少少，肢体碰触是难免的嘛。对对对对对，一定。好的，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尤凯的绿岛第一帅哦，三二一，请拿。好尴尬，好尴尬。我跟你讲，他超会，他超会潜水，也超会滑雪哦。他滑雪是超有魅力，好像会滑。水上厉害的人，雪上也厉害。对，平衡感就很帅哦。所以你是 snowboard 是不是？对 ，snowboard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深潜又没办法示范。你可以在现场示范你们那个下水的那个动作。躬身姿势，然后那边是船呐，然后你要跳下去。超会，整个趴到地板吗？对，你们都有潜过水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完全能理解我现在的想法。我不是观众不理解，我不是想站在椅子上，你要坐在那边，然后就是说我们要下去咯，然后你是以什么姿势下去？以什么姿？那我就那这边好，我尽量，我尽量，好，我试。要帅一点，要穿吗？要穿吗？看你啊，看你。穿小分享，穿小分享，衣服脱掉，衣服脱掉，脱衣服脱掉，穿好了，我觉得。穿好，对，背心可以脱掉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吧？他们也在海里都脱掉吧？真的假的啦？哎，哇，哦，真的不好看。哦，有哎，有腹肌啊，对啊，有黑哎，有黑。那这个就太夹重，夹这里吗？夹到哪里？不是吧，好太奇怪了吧？夹裤子，夹裤子。好，好，现在是为我们示范，就是在船上要入水的话，那个船上入水，我们可能就是假如说现在船上，就是因为长蛙通常都是下水后再穿，嗯，对对，所以就直接跳下船里面，嗯，直接跳就跳下去。对啊，如果你要躬身下潜的话，是另外一个方式。我等一下示范，再一次尝试看。好，哇靠，好慢啊！可能就因为就是我现在是平趴在海面上这样，所以你现在是在海上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已经趴在海上，然后脚要很躬身下潜，这个是下潜前的一个动作。对对对，就是。好，那你等一下怎么会下潜呢？没办法。他已经做成这样了。酸了，所以这样就下潜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还要做呼吸准备跟平压的方式。对，呼吸准备是哪一种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呼吸，就是因为我们自由潜水只有一口气要下潜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吸到深呼吸。对，全呼教个叫全呼吸。你最擅长教的是什么样的课程？就是自由潜水，可是我是助教，我的合伙人是教练，然后我们会一起上课这样子。那合伙人也帅吗？很帅啊。很帅，这是绿岛第二帅。对，他应该第一啦，我不小心的。哎，不小心的，哪一个是合伙啊？哦，另外一个。可是这照片，白色 T 恤那位，白色是我，白色是他，对，橘色。可是这样看不清楚。真的，真的看不清楚。那你去那么大，如果去绿岛学的话，是也会有住宿跟吃东西吗？有有有有有，我们也对对对，野狼野狼是我们开的汉堡店，然后都你在，是你们做的，你们做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做的。那你们可以陪客人吃饭吗？这是我第一年的时候的照片。陪什么？陪客人吃饭。我可以穿起来了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你袜子也可以脱掉。穿一点。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哇！哎，师姐，还是我们明天一起去。啊，觉得有点累吧？没有饭局哎，推掉了啦。你在那边待了多久了？我刚工作，今年第五年，就是在那边待对工作第五年。你遇过最严重的那个女生吃你豆腐是什么情况？在酒吧，然后喝醉，她是直接就是这样，很夸张，就这样直接抱住，从后面抱住你，对对对，没抱住。在干嘛？就是大家在聊天，例如就像我们现在很开心，大家聊天，然后突然就一直这样，然后就在笑笑笑，然后就放掉，然后过一下又换别人，然后又笑笑笑之类的。对，这我印象很深刻。是年轻人吗？年轻人，对对对。然后最后我们在一起？没有啦，没有，因为他就是在绿岛，就是也不能这样讲。哎，我要去。很容易太放松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晚上可能就因为在绿岛，就是没办法，我船只假如说我船只到四点，那四点过后你就出不去了，啊，晚上你就没事啊，你就只能去酒吧或者是你自己在民宿喝酒，嗯之类的。对。所以你在绿岛应该做了很多事吧？小岛风情之类的，没有啦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好想去哦，下礼拜。要去吗？要去吗？明天，明天。明天我可以哦。你在绿岛有小孩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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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哎、欸，可是你像你在那边四五年，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真的觉得那次觉得好危险的状况过？那时候还是大学生，我打工换宿完回来潜水，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正式考证照学潜水这件事情，然后就去乱玩很深的地方，我真的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 BO， 就 break out， 就是我已经失去意识了，我在海里失去意识啊？为什么？我自己的气量没有准备好，然后就下去，然后硬要下深度这样。那怎么办？要有朋友，所以很危险，就说要有潜伴。潜水一定要潜伴。然后我朋友就会看到我，赶快就是把我打醒，这样就把我救上来打醒，印象很深刻。这真的，如果我再久一点，先救上来再打。对，不能在海底打，因为我气，我可能会进水。在海底打，我可能会进水，进水更危险。哦，所以先把你拖上去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都有说。可是万一已经蛮深了呢？让立刻拖。对，通常都会在十米内左右发生这件事情。就我们上升的十米内左右，所以还是救得到。所以你有遇过你的那个学生这样子？有朋友，对，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带，对对，因为我们大概他下一两潜，我们就大概知道他能力在哪，我们就会特别注意他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等下再慢慢跟你聊。好，欢迎你哦，尤凯。谢谢。接下来要欢迎第二位水男孩 Theo。这一定要刺青吗，水男孩？哎呦，都比较爱好自由。好 ，Theo。有没有什么厉害的称号跟大家讲一下？就是单纯都是玩水的，大家都水男孩都很帅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。你没有什么哪里的第一帅吗？比如说恒春第一帅，恒春可以吗？没有啦，恒春很多帅哥，恒春很多帅哥。所以你我们都遗传的祖先。恒春演不到第十七帅。17说对决牌，就等一下，我觉得恒春的基因都很好啦，大家都很帅。你至少排到前十名吧。好啦，有啦。你女客多不多？女客还蛮多的，真的、喔。对他们就是很多都会，偷吃豆腐之类的，就不小心摸一下，然后不小心撞一下这样。你会生气吗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对，习惯了。你几岁？我现在25岁。哦，小朋友。所以你教的是？有这个道具，大家猜一下。教的是射击。射鱼，射鱼也有，没有啦。射鱼就是打猎啊什么之类的。你这个就是一般的蛙镜吗？对对对，自潜的。哦，你也是自由潜水，教蛮多东西，但大致上会比较偏向于是游泳教练。有没有教桑巴？敲的有跳舞了，但是没有跳这个。你有跳舞？对。跳什么？hip hop 啊什么之类的。你很酷。好，那我们要请你先拿掉面具咯。OK， 3、2、1，请拿。哇！哇，阳光了啦！哎呦！来来来，先跳一段那个 hip hop。啊！来了。我们这边百大 DJ， 你不要担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可以不要随便 Q 自己吧？还是我 Q 到了？你 Q 到了，你 Q 到了。OK。那要跳什么呢？都可以，你就 freestyle。你在恒春喜欢跳什么舞？那要脱衣服吗？要脱衣服吗？可以啊，感觉蛮壮的。后面比较好一下，叶莲哥，脱，一边脱边跳。哎呦，跳！这是 hip hop 吗？是 hip hop 吗？这是脱衣服的歌。脱衣服的歌。哎呦，好，我帮你拿。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